世界珠宝看中国，中国看深圳，深圳看水贝，水贝看你斟酌啊。最近钻石跌价了，是跌的很多，亏了吧？亏了。听说你那个宾利赔了你200万，银行那个税都泡了，害得我高兴了几晚上。哎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没关系啊，说嘛，改天是不是又买个劳斯莱斯了？是啊，改天肯定要换个新的。亏死了你还买，真是。哎，这个多少钱？30万。这30分粉状，嗯，多少钱？淡粉的，多少钱？收的是6000块，加上托，差不多托2000多块钱，卖10000块吧，挣个几百。神经病啊！你6000加2000，托2-3千啊？托2-3千，是2000还是3000？啊，全骗我、啊，没事，多少就多少，无所谓，你说就行了，对吧？工资吧，咱们说钱就行了。T5 你的原版是吧？T5 你的。1.22克拉，多少钱？说现在价格啊，不是说以前你买的价格。63000收的。不，你亏多少？来，你说亏多少？63000收的，现在卖66000吧。这个起码你什么时候收的嘛？你什么时候收的？这个刚收的啊，这个刚收的，我们不亏。他不是之前收的，人家亲妈亏的。没关系，他亲妈亏的哈。啊，看上了联系我，我再给他搞价啊。半价不到。好，行，把这都拿过来嘛，一个一个拿是吧？多少钱？6幅的。啊，有花票吗？有花票，6幅有花票 ，JA 的。现在多少钱？26000。那可以、啊。原价7万多，还上亿油荧光。嗯，原价72000，26000，行 ，OK。看上了的可以说啊，赔死，这少赚了嘛？不要跟我说来赔死，做生意还有赔的。JA 的啊，都是克拉钻是吧？对。这个勾色多少钱？那这样子吧，你等一下把价格发给我，你一个一个问，你也说不出来，对吧？咱们就这样子简单点。这个3克拉、2克拉都是上亿无荧光啊，对，全部都是上亿无荧光。这个2克拉，这个1克拉 H 色，这个1克拉，1.2。你跟我说一下这里面你亏了多少钱？钻石在这里，钻石啊，这个没钻石了啊，在后面，在后面，没有。别等一下带回去了，你就说我拿了你钻石，这里面 亏得多了，亏得多，说多都是眼泪，亏了我就高兴，因为你比我发财。那我回去慢慢细拍嘛，只有一个这种证书的，还有很多，拿出来，来深圳的对吧？来的就是这珠宝的，这个4克拉的，我不给你钱，我先卖啊，先说一下、可以啊，这个咱们说感情不说钱，晚上陪你 happy 一下，这个感觉挺大的。还行吧，指甲盖什么的。对，这个指甲盖什么的，那我就理亏我挣点。嗯，还有几十分的那种品牌呀、啊，有没有花票？蒂芙尼、卡地亚啊，有些有。最好有花票，大家知道多少钱？对，能查到公价。这个多少钱？54。这也才10000多块钱。这可以，其实这个应该要卖4万多，3万多4万。世界珠宝看中国，中国看深圳，看深圳，深圳看你斟酌。是不是这么说？深圳看水贝，水贝看你斟酌啊，最牛逼了。那行了，收吧，我们等一下对接一下，我那强子跟你对接一下。这里还有这么多、啊？也有几十分的，能不能把路费给挣回来？可以吧，只要卖得出去，少挣一点可以。我们是亏了，哎，正常大哥，哎呀，你不亏都对不起这个行情。